在泳池上边的 T 台进行角逐淘汰。选手们展现出当仁不让、自信十足的个性魅力，也流露出互相沟通协调、注重团队合作的精神，充分契合了环球比基尼小姐和平友爱、美丽健康的主题。通过泳装造型、才艺展示、晚装派对等多个精彩环节，同现场300几名作为嘉宾的城中名人进行互动。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，争取嘉宾手上边代表群众选票的玫瑰花，令到嘉宾对选手得以充分的了解。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，选手们不单只需要拥有身体资本，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艺，才能够过关斩将，夺取最后的殊荣。佳丽们利用水陆结合的舞台特色，在迷离灯光照射之下逐一落水，灵动而优美的身姿和泛住迷幻光波的水面交为一体，充分展现出女性和水亲密接触、水与交融的大自然魅力。